对，地面会。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柯柯，今天想要和大家分享我的房间。现在这个房子我已经租住一年了，不对，是快一年了。接下来将和大家介绍它的新变化。这次的视频我也精心为 BB 们准备了小礼物，我会在弹幕区和评论区抽出。Let's go。首先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书桌，这边就是我平时的学习和办公区域了。放了一张宜家的书桌，这个是自己安装的，非常简单。下面这把椅子也是宜家的，价格很便宜。当然，平时桌子上没有这么整洁，因为拍摄视频，所以特地收拾了一下。然后我在桌面还放了一棵小植物，它叫卷叶榕，叶子是这种卷卷的，非常可爱吧。书桌后面呢，我是放了一个这样子的餐边柜，这个餐边柜是在淘宝上买的，因为价格不是很贵，所以质量不是特别好。然后它的柜门是这样拉上来的，这样子的。它柜子的这边是没有隔层的，这边有隔层。然后我在这里放了一些我的杯子。第一层是茶杯和咖啡杯。然后还有玻璃杯，就是放满了各种各样的杯子。这边的柜子里呢，就放。